是比较室内的，比较简单一点。好像也不太简单，鼻子终于没有那么辛苦了。但是我还是要早期配出来，因为他要为了我们 CY Production 的幕后拍摄。对对对，就是拍一些作品出来。全部概念呢都是我自己出发的。这次呢，我们不只拍一个造型，这次我们拍5个造型。所以呢，这次比较困难一点，也是要一直换装啊，改变妆容啊，改变服装啊，这样子。好，我们要到 studio 了，我们要先去化妆。现在妆化好了，造型也弄好了。现在第一套呢，我们要拍的是 ice cream， ice cream chili。现在在等着他们弄 frame， 感觉是好像这个人从 frame 里面爬出来吃 ice cream 这样子。呀，你们可以看一下。要用这个复古的妆，是因为呢那个杯面是 pasta 的快速 pasta， 我想说，哎， pasta 应该是走比较西方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找灵感，我就觉得哇，复古的 pasta 应该是蛮不错的。我们来 try try 看啊，意大利面的 pasta 快熟的，我们来 try try 看适不适合。因为这个 pasta 呢是红黑色，所以我的服装呢还有衣子也是又要求要红黑色的。用心人不好看的，哎，谁电话响？哎，啊，抓摄影师电话响啊！我们的拍。然后现在已经几点了？两点。哇，真的假的？你才拍两个造型，你还有三个造型。那两点啊？我觉得应该是化妆师们的关系啊。又有一次。我们还有三个造型还没有拍，然后后面的造型应该会比较麻烦一点，就是需要卸掉妆，可能再补过这样。现在大家休息吃一下午餐，然后呢，我们下一套是比较高贵的。也算是复古风，我的想法就是她是一个可爱的贵妇，对，大家就期待一下啦，大家好好吃啊，等一下开工啦。哒哒，各位，我的第三个造型出来了，是不是很好看？刚刚一边化妆的时候一边偷笑，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真的太不一样了，是我平时不会走的，然后也是我觉得有点不像我整个人，不知道大家 OK 吗？这个呢就是比较走一个高贵的小名媛那一种，然后我们去看拍摄吧。快点快点快点，几点了？还有第二个造型，来摄影师，再来三个，三个，摄影师，喂 Alan， 来我的卡吧。化妆了，你不是帮我们马来西亚一哥化妆的吗？我们一哥是谁哈？那个赚很多钱的
化妆先黑黑那个。啊？永坚，永坚。啊？他的本名呢？啊？可以，原本的名叫永坚。可不可以解一句啊？很多不知道的。了解，了解。就在那里。第五套造型，看我现在戴着一个厨师帽。现在呢，这个产品也是一个算快熟系列的食品。对嘞，我就想说我是要呈现一个会煮饭做菜，感觉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我就是吃着快熟的东西，明白吗？不明白是不是？哦，不明白，很难嘞。等我的摄影朋友到近，你们就会明白啊。来，我们进摄影棚 ，Go。这主题的概念就是，我上面的备菜啊，就是有菜啊那一些，好像我准备好了，但我没有吃这快手的东西。出生是完全不会在家煮的哦。所以呢，他在煮泡面。所以这真的是我，真的很我。看会不会沉浸到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现在去吐槽一下，我们在做什么吗？哎，几点了？七点了啊！又是你最后，那我相信骂的人不是他，是你。我好无聊。给我出声，全部影片啊！我来骂他。是啦，我要跟你们的，我要跟你们粉丝投诉啊！没有，是我。对呀。当当，各位，是不是焕然一新？就是从来都没有这种风格的我呢。是我私心想要多拍的形象照，所以呢，这个概念呢，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做一个小礼服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想说，我平时都很 man 很阳刚这样子，其实我心里是住个小女孩，少女心这样子。我直接骂我。